没看我车位吗？赶紧走。不是，这明明是我先发现的，凭什么我走啊？我先停的呀。你哎呦，行了，差不多得了，我赶时间，赶紧走。印象里他好像从来就没有维护过我。这个方案明明是我熬了三个晚上做出来的，为什么署名没有我呢？不是，这个事他……你是个新人，你有没有点情商啊？你现在就应该多吃亏，要不然你以后怎么干？啊，不是，我听完信儿我去抓人，你在后边干什么呢？你连个技能都不放，有干扰摆着好看。不是我，自己玩吧。明天我没过来住。你怎么不提前跟我说呀？这有什么好说的？走吧。任何时刻我都感受不到属于他的一丝偏爱。哎，哥哥，你看姐姐都淋湿了，这下雨天你也不知道去接一接她。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，出门看天气更不会考虑我的感受。别人能怪我吗？淋得跟个落汤鸡似的，赶紧去擦的，丢人。既然你从来都没有坚定的选择过我，那我也该有些自知之明了。那你自己找地方停吧。周六会不会玩？不会玩赶紧回家写作业，小学生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看你什么呀？行了，你就是玩的不好，人家说的也没错呀。这个真的，这要是明天还没把合同修改好，你就给我收拾东西走人。哎，你听到了吗？他跟我说什么态度？我在公司干了多少年了？你在公司干了多少年了，还让人用这样的态度跟你说话，不就证明了你不思进取、不求上进吗？赶紧改你的合同吧，我累了，先睡了。这是我家，你好吃懒做有个限度行不行？哥哥，你看姐姐她。又是不小心弄了点垃圾吗？你怎么回事？都是一家人，那么计较干嘛？一家人？哎，不是你跟我说他又能吃又能花钱，整天就知道给你添麻烦的时候了。什么时候说的？你不是说那边没有他这样的妹妹吗？你竟然这么说我！我现在就回家，告诉妈妈你欺负我。哎，我没有。走开。哎，不是你什么意思啊？多少次了让我下不来台？不是你还想不想跟我结婚了？太吵了。